你也要给我弄本身弄79.9，然后本身干律师。老人家坐的没有关系。你血压正常吗？不正常。不正常。你今年量血压量了几次了？我量好几次了。好几次了。那你血压过路？血压过路知道吗？180有出来。120，120，120都正常。跑步，再跑动，三步，他是教主，看他一个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可以了，你到这边量血压。